你就这样过来的？子弹无眼，我怕误伤。换上防弹衣，安全一些。这也太丑了吧！我可不穿，死也要死得漂亮一些。啊，快进来！快进来！快快快！ 你干嘛？有机器人我害怕。哎，别！机器人拖我特别容易死。有多快？半个小时充气了6次。那你还挺锲而不舍的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找到机器人侵占地球的计划书，一会儿冲出去，你跟着我。哦。行。 别让我死，拜托！啊，走。任务已完成，数据已收入。 接下来，请去阁楼继续寻找机密文件。立柜后面有机器人。啊？哦，对不起啊。 门口还有一个。这怎么了？下面会来很多机器人。 刚才都学会了吗？你要听我真实感受吗？说。我觉得我是个瞎子。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是个聋子？小龙虾。你到底是怎么判断出来的？就听声音判断啊。嗯，厉害。